梦辰，你可不能再堕落了，再胖成这样了，再胖就嫁不出去了。合着你是见义勇为啊，行，那你继续吧，为公司争光啊，我走了。哎，李总，马总，马总。我叫孟星，你呢？我叫王希，你以后叫我小希就行。啊，王希姐，谢谢你今天替我解围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，我这个人啊，就是看不惯这些欺行霸市四处行骗的骗子团伙。色狼呢？没抓住。真没用，连个色狼都抓不住。不是，我没学过，不专业。你走吧，我想冷静一下。你看看什么东西，我给你买。不用，没心情了。那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想静一静。我不说话行了吧？你长得就够热闹的。你走。不走是吧？不走，我走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今天一定要好好谢谢你。好好谢谢我？那你怎么谢我呀？这咖啡我请。这杯咖啡可是很贵的 ，Kobi Nuwak， 又叫麝香猫咖啡或者猫屎咖啡 ，Nuwak， 印尼人指的一种是麝香猫的树栖野生动物。这杯咖啡。是从麝香猫的粪便中提取出来加工完成的。那你猜一猜，这杯咖啡多少钱？麝香猫咖啡又分为公豆和母豆两种。这杯咖啡是现磨现煮的，而且用的是意大利的制作方式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。价格应该在1800元左右。服务员，这杯咖啡多少钱？1880，两位一共消费是3760元。我来吧，来，没有密码。对不起啊，我改天一定请你。这有什么对不起的？孟星，你不是一个平凡人，你就像是一个谜。停！Thank you.
师傅，跟上前面那辆黑车，快点！干嘛呀？搞特务啊？搞什么特务呀？那他欠的钱？什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那车里的女的一定是你媳妇儿吧？啊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师傅，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这么贫呢？开你的车吧。驾个啥车？拿什么？付钱呢？算了，多少钱？你好，先生，一共是49800。啊？这么贵啊？能刷卡吧？可以刷卡。来，你好，先生，这个余额不足了。我这还有一张。这个可以。这件衣服是本店新到的新款，最时尚一件衣服。嗯。这件衣服给您打包。不用。这件衣服已经被您破坏，您买吗？我不买，我买什么呀？我买。这件衣服已经被你损坏了，你需要照价赔偿，否则我们立即报警。损坏？多少钱？2888。4000块钱，不用找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我的战利品。什么战利品啊？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不是我买的，黄云杰送的。什么？你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收别人的礼物呢？他愿意送我愿意收，你情我愿的事儿啊。赶紧给人送回去。干嘛？买都买了，这都可贵了呢。哎，姐，你挑挑有没有喜欢的，拿去穿。我不要，赶紧给人送回去。我不去。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出问题的？这有什么问题啊？黄俊杰是我们的客户，我们怎么可以收客户的东西呢？这客户归客户，谁让他上次想占我便宜啊？我就想整整他。什么？孟晨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啊？这有什么危险的呀？
你好，是黄先生吗？啊，是啊。有位女士要给你送的快递。她人呢？她走了。她说她，您知道她是谁？哦。啊，请您签收一下。她也没说什么。啊，她没说。瘦什么？这不是正好吗？你看那个，我感觉我胖了呀。不胖，你像那个腰这边正好也一掐掐。好吧。你怎么这么好呢？一次性给我买这么多礼物，这个可是我跟你要两年的香奈儿的香水，你这次怎么舍得给我买？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你真好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想找个人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查一下？找什么人？叫巴尔特，蒙古族人。我给你看一下啊。好。还真有两位，一位68岁，一位43岁。不对呀，我要找的那个人还不到30岁。那咱就查不到了。怎么会查不到呢？我打听到我要找的人，他就在百湖。他是你什么人呢？他是我的亲哥哥，我们都是孤儿。哦，那你可以到咱阳光福利院，到那查。